们也不差那点钱。要是早点知道就好了，没想到那家伙看似好意帮忙，实际上却想着我们的钱包。对了，刚刚你说你们看见了魔物，是真的吗？洛维斯边境依旧存有魔物，我能理解，但王城中如此频繁地出现魔物，事情好像比我想象中的要麻烦。你愿意听我说一些很无聊的事情吗？关于我是如何出现的。虽然对于这件事情，我自己也不是特别清楚，但我愿意把我知道的都分享给你。愿意什么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打扰了，希望没有打扰到你们谈话。我的名字是沙菲，是洛维斯的骑士。早些时候，德米安殿下应该已经友善地请您离开洛维斯。请问您为什么还在这里？我们还不能离开呢，事情还没办完。是吗？很遗憾，那我只能用比较强硬的方法请你们离开了。游戏开始，多读点书吧。累了吗？那我们快点回去休息吧，斩断一切。热身啊。不值一提，继续沉稳前进。斩断一切。想要抓住你，比我想象中要难呢。是吗？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呢？现在不是起冲突的时候，我建议先暂时离开王城区域，我们可以在郊外落脚，从长计议。我怎么了？还好沙菲算是通情达理的人，现在告诉他我们愿意离开，他应该不会再继续纠缠。你们商量好了吗？很高兴听见这样的回答。那么我们会护送您到王城大门，请在明天天亮前离开洛维斯。能请你再帮我一个忙吗？可以帮我问问沙菲，他是否察觉到那个德米安有异常。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回答问题哦。谁知道呢？每个人都有自己奇怪的地方，德米安殿下也不例外。不管是以前的殿下，还是现在的殿下。快走吧，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呢。继续沉稳的前进。